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在傻报。今天是10月24号，现在是早上11:10。然后我们刚刚拿到我们今天租的车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鲜肉面，尤三要带我们去。我要出来了，可以可以。他，你给他，你给他。没有，你是不错的，你他进你就轰他，你要有不错的精神。我要进。插进去。对，到底是 K R 的猪肉堡好吃呢，还是这里的比较好吃呢？我们就来吃吃看。下个地方见。你觉得这个比较好吃，还是 KL 的猪肉粉比较好吃？还是这边的啊？那 Ray 这个神肉面，70到80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猪肉粉的粉丝。他不是猪肉粉，叫错名字哦。你得罪了全部的沙包人。那个面有点太黏了，是好吃的。你在人家地盘讲讲面的坏话。我应该这样叫干捞。哦，你叫汤啦。OK， 所以下次大家来，我觉得可以叫干捞的生肉面。沙巴人讲干捞的比较好吃，而且要叫面，不要叫米粉，米粉不好吃。好，拜拜。可以讲完安斯坦。跟你讲啊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尤尚的房间。你对沙巴的 first impression 是什么？很烂，我觉得沙巴很烂。哎、欸，我嘴巴没有动好吗？沙巴全部都是草，尤尚是住在树上的。哇，你讲这样的话，曲仙。好、哦，沙巴，你觉得 comment 是什么？很好，假的要死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野蛮过了，拜拜。好悠悠，我们来到悠悠了。We are at 悠悠，沙巴最好喝的奶茶店。奶茶店哪只？你觉得是这里最好喝的吗？不是，只是比较古早味。怎么脸呢？耶、yeah ！我们在 check in 我们今天的 Airbnb。嗨，你爬到几楼？我爬到小小便，我爬4楼。这是一间我们在 Airbnb 上面找到的，原来它是一间 hostel， 我都不知道。我们的窗外就是一个海边，耶、yeah ！这也是会打呼的男生要睡这边，因为他们很吵，所以把他们关在这边，然后其他人就去住外面。来一个，哦、oh, ，OK 。来一个 hostel pose， 快！刚刚喊白了没？有没有在这聊天啊？我们等一下就要去吃海鲜。Hi Shiners， 我们现在来了 ，Welcome。谁是 Shiners？ 你的 fan 啊 ，Shiners。哇！你推荐什么？那个咸蛋花蟹。还有？还有那个螺。我推荐奶油虾子，配饭好吃。奶油虾子真的是可以配10碗饭的，超好吃。嗯。Shamrock Irish Bar。Welcome to Shamrock Irish Bar。什么意思？还好吧。我突然开心。他疯掉了。这么快？Are you okay？ 你喝多少？你都没有喝那么多，你们很夸张哎。是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他是在没有。哦，吵。Are you okay, sir？我真的觉得我醒了的嘞。我觉得没有。那边有点炫。对，这边很痛。然后什么酒醉感想？快。痛。我要全部剪进去。我肯定是乖的。炫。我们在哪里？
唱会。哇哇哇哇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 Sabah Day Two， 我们要去吃。Yeah， 来一次。嗨，我们现在来到过去一家专卖店。来，我们等一下吃什么呢？我来看看。去哪里，娟娟？我们去等去滚大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个是我的 personal driver 秋璇。Yeah， 然后这个是我 personal visa 签了，然后他忘记放 visa。哦、oh， ，我现在要放 visa， 他很紧张，因为把我们看到一个车祸。然后沙巴的路上很多洞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他们一直在修路，所以很多这种怪怪的地方。你可以 rate 这里的马路吗？ rate。三分 out of ten 啊？对啊。为什么那么低？啊，因为很多洞，而且它洞不小哦，是那种整个轮子，半个轮子可以进去那种。应该是整辆车可以进去哦，我觉得。呀、yeah. 啊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你要靠着窗，然后那种很 emo 的。你男朋友不要你，你老公家暴，你就跑走。OK， 卡。我的心都快快了，哎，这样。Yo， this is scary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子，很恐怖。哦，那你家小心点，因为很窄那个路。哎呀，我们家很慢。我们家很慢，我们超流利。懂。刚刚那个路怎样？哇，很好驾，大家可以来这里 try。你不要乱讲。哇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来到 Kundasang Resort。Welcome to Kundasang。所以你从那边往外看就是神山，然后你可以看神山 view， 人家煮什么饭吃。哎、欸，我们晚上可以去那边坐着，如果没有下雨的话。为什么你跟我讲一样的话？应该是这里，所以它的表肯定就是这样而已、啊，也是很纯的。房间是歪的，这样我不是没有 view 吗？那边比较好，不是他们房间。是啊，他们的房间好像更好哦。白痴，哎、欸，我多给钱我搞这个 view 啊。电视啊，这样房间，我不要换。就是一个balcony房间。也是。哇！然后你看 ，Hello， 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没有 view 的房间的前面。然后现在天气就是下雨，可是很凉，我觉得差不多二十多度。你看怕冷的我还可以这样子。哦，所以其实没有到很冷啊。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对面就是神山的 view，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啊，在这边。有了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有只有一点点。希望明天早上可以看到，是不是？耶、yeah, ，这期待明天的、啊。小杂不？讲一个神山的 fun fact。八千多米，对，忘记了。神山八千多米没？四千多，乱讲。哎、欸，什么人？不要乱讲话。全部狼马。四千多 ，OK。一定要出门哦。就如果我们不要，如果所以我们要去到下面的那个。这种没有不要的。我们一定要出门。嗯，因为我们刚刚驾这山路差不多二十多分钟才会去到大路。可能你们看到可的人去在这里有一些啊，但是不多。很危险，如果我们驾去大马路。所以推荐大家就是如果要来的话先买晚餐。你不要进来然后没有食物，因为这里真的很无路。OK， 刚刚就问这个问题，就是、哦、你从那边爬到那边要多久啊？他讲从这边到这边要多久。嗯，我记得上次我们看到的山差不多是这个 height， 他就问从这里到这里要多久？你讲去到那个甲那边、嗯？对对，那个 top。哎，这个那边谁讲30分钟？哎，你跟我刚才一模一样。I'm pretty sure 要至少2个小时。
哈，真的，我觉得可能要一天，因为我来那个是一个另外一个 living area。那哪一个是你的 favorite？这个很恶心，这个下地狱，下地狱会吃这个饼干。哇，哪个？这个啦。Chocolate chip， 这个不是 chip， 还是 raisin 来的。我要这个。那不好吃吗 ？raisin。很饿，我们现在是七点半，然后还有晚餐，我们没有晚餐，因为我刚刚把 order 寄去一个 random 人，笨啊，没有 order 到食物。他比慧慧还笨。没有，慧慧比较笨。没有，慧慧还笨，会寄对人。自己的感觉，你自己的想法，你不要一直去想人家，你，然后就多用我。啊！哇！哇 ！That's so powerful！ 哇 ！Hello！ That's so powerful！ 哇！哇！Oh, you touch your cat and you're touching my coat. Oh, I saw it. Mei Mei 的女人。Oh my god! You. 大家好，现在是早上五点半，然后我们已经起来了，很冷很冷，然后我们要去看山，现在。哇，我们去看山喽！差点跌死掉。哇哦！仿佛身在瑞士一样啊！你看，你看。哪里？来。身上还是身上？那边的那个亮亮的蓝蓝。你看，我们其实这次住的是一个帐篷区，所以有一些人真的晚上在那边搭帐篷睡在这里，非常可爱哦。大家看，这是神山，耶、yeah ！我也很美。我随便拍随便美，你脸肿。我不可以，我没有，没有脸肿。你看，你脸肿。哇，我在瑞士。哇，瑞士，瑞士。Why did all the real ones go? Why is my night so slow? Baby, 这是我们的十周年。No, I gotta get my own. Swear we on different roads. I'm burning a fucking bridge. Cause I ain't gonna pay no toll. Wow, good morning! Hi, 早安。我看美女吗？头发。哇，什么感觉？你在那个深山的对面醒来，你飘上天堂了。哦，你飘上天堂了，好啊，来。Money can't kill my pain, but no, it keeps my dream alive. Honey be all I dream these days because my health declines. Running nose do.这里是马来西亚。有啊，两个啊，我们两个有神经病，不知道。传说中的 Desa Dairy Farm， 我们现在要来这个牛场看牛，然后吃冰淇淋。你为啥白开始就跟我讲华语？是因为你先跟他讲国语啊？什么感想？哦，很臭，真的很臭。哎，来来来。大力呼吸 ！Oh my god， 好香！有谁啊？快点跑！都没戴 mask， 都没戴 mask。I'm not gonna sniff that shit with you。所以大家来点下饭呢，请记得戴 mask， 像那个好 example。因为真的有点臭。哎 ，Welcome to this dairy farm。蒙秀巧克力，吞牛屎味。什么意思？我要来讲讲。这个雪糕，有个雪糕，原味的好吃。啊！巧克力的不好吃。巧克力。受不了。No, it's not 不好吃。It's okay. It's 还好。
现在呢个尿嘅大便味道好臭。越讲越难。讲你刚刚听菜找不到停车位。我头先。哇！搵唔到位。哇！Karen 不耐烦，他嫌对了人驾驶太慢。没有慢，没有慢。真的没有慢？没有慢就，就很不耐烦。跟守规则规矩。哦，是啊，我觉得斯文是可以用来形容这个人开车的 attitude。要不要吃？哦。大家好，中国！恭喜啊！今天我有冰淇淋。OK, now kiss.